突然写，我和男朋友异地，每次都是我主动找他，他从来不找我，而且给我的承诺永远兑现不了。我感觉到他不够爱我，但是又舍不得分开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别以为他向你许下承诺是因为爱你，事实上他一点都没做到。他之所以做不到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想做，而之所以他会许下承诺，是因为他想用最小的成本来搞定你。所以说，一个女人首先得爱自己，否则的话就别去期许男人的尊重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，他会把你当回事吗？记住，爱人七分足，剩下三分爱自己。